明天呢，我到信里去。后天呢，八号参加那一边呢有一个这个大学的教育基金会开幕典礼。那么九号呢，在信里有一场讲演。还有那一边一些记者们呢来访问。十号了，我回到图文坝，在那边住五天，十五号我到香港。那么十六号呢，我们就开始在凤凰电视台，录一套《了凡四训》，他给我20个小时。这一次完成。那么我希望这个能够在5月1号回来。5月3号我们这个天主教还有一场玫瑰金的讲演，所以这次出去的时间比较长，希望同学们不仅是在这段时间当中要认真努力，要抓紧时间。中国古德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一个人能够珍惜光阴，无论是事法佛法，肯定他有成就。如果是浪费了光阴，那就错了。刚才香港同修给我打个电话，问我了凡四训录完了之后是不是有机会到大陆上去旅游？我说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录完之后回到香港讲经，照常讲经。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不是为旅游而来的。我们来到世间不是为名闻利养而来的。我们是为修行弘法而来的。修行弘法就是我们的命根。我们所有的时间一定要投注在这里，决定不可以浪费。那么诸位同学，你们在此地这一段的这个机缘稀有难逢，你们遇到居士林呢这个修建的工程，这个工程李会长告诉我大概要2年到2年半的时间。我们的讲堂念佛堂撤出来了，这几天我没有过去看，有同学来告诉我就是非常冷清，没有人走动了，
啊，跟过去啊那个兴旺的气氛相差太大了啊，这是个强烈的对比，显示出什么呢？道场一定要天天讲经，一定要天天念佛，就兴旺啊！你们都要记住啊，道场兴旺是这么兴旺的啊！三年之前我们没有到居士林，居士林就跟现在一样，没什么人去啊。我们住到这个地方来之后，天天在居士林讲经，然后建念佛堂的时候，共接大家24小时不间断的念佛，兴旺起来了。啊，不但是东南亚第一道场啊，可能是全世界第一道场。啊，我们提供免费的这个餐饮，24小时不中断的供应，啊，每一天吃饭的时候得1000多人。星期假日3000-4000人，啊，那个兴旺的气，这个气氛令人羡慕啊！啊，那么现在呢，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这就是告诉我们，啊，明显的告诉我们，道场一定要弘法，啊，讲经是解门呐，念佛是行门呐。戒心相应啊，讲经是学风啊，念佛是道风啊，你这个道场你有独特的学风道风，祝福护念，龙天善神永啊，你看我们讲经讲堂啊，念佛堂许许多多同修常常来跟我讲，有不可思议的感应不是我们的能力啊，啊，是大众啊，一心一意向佛了，获得感应道教啊，这个经验，你们同学要牢牢记住啊，将来无论在哪个地方，一定要提倡讲经，要提倡念佛。啊，你那个道场自然就兴旺了。古人有所谓，有庙无道啊，不能兴教啊。啊，我给你们同学也说过很多遍。啊，我不是上上根人。啊，我是个中下根人。过去生中有这一点善根福德，哎，亲近的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得到他们的教诲。我在李老师麾下10年，啊，前几天徐新民居士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我在老师麾下一生得利他2句话。至诚感通，一门深入。啊，我这一生奉献，我一生不违背。啊，这一句话的指点，我们一生受用无穷。啊，我们以真诚的心。真诚到极处啊，叫至诚啊。无论别人怎么对我，我只有一个真诚心待人。我以真诚心对佛、对菩萨、对父母，我以一个真诚心对待一切众生，甚至于这一切伤害我的众生，啊，回报我的众生、陷害我的众生，
我还是以一个真诚心对他。啊，为什么？我们学佛，我们的学佛的目的是恢复自信，自信纯善无我。啊，三字经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我要恢复我的本善啊，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是相对的，都不是真善，啊，不是至善，啊，离开相对才是至善。我学的是这个，我走的是这个路子，啊，所以我常常跟人说，我在今年印光大师70岁以后常讲啊。我不怕死了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怎么个死法，都欢喜，都自在，没有一丝毫恐怖。为什么呢？我知道死了以后有很好的地方去啊！啊，那个来杀害我、陷害我、把我害死的人，我感谢他，不是他把我送到那好地方去吧？啊，我怎么会怨恨他呢？感激都来不及了。这是事实真相。你如果真正明白了，凡是糟蹋你的、陷害你的、侮辱你的，替你消业障啊！无始劫以来，我们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这个业障消不了啊！啊，他来回报我。啊，他侮辱我，我感谢他，我给他顶礼，他消我业障。啊，我怎么可以恨他？怎么可以埋怨他？不可以的，那是愚痴了，那你就又造业了。啊，这个业越造越重，那前途是一片黑暗。啊，学佛。学佛开智慧呀，明理呀，了解事实真相，因果通三世。我们是凡夫，不是圣人。啊，在现前这个社会修行，弘法。啊，我们以真诚心、纯善的心对人。啊，欺骗我们的有啊，伤害我们的有啊。啊，破坏我们的人有啊！啊，我们要晓得，啊，只要与我自己修行弘法有进展，都是善缘。啊，他来骗我的财，欠钱，啊，骗去很多，骗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安。若无其事，这就是证明，哎，我修的还不错啊！啊，我对他还没有怨恨心啊！从这个地方勘验自己功夫到什么境界。如果还有一念怨恨心，你功夫不到家；如果还有一念报复心，那你完全错了。啊，你还是凡夫一个。啊，佛法分毫受用你都没有得到吗？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不是为名来的。不是为财来的，啊，不是为地位来的，这些东西与我们丝毫都不相干嘛。啊，谁要谁拿去嘛。啊，你用欺骗的手段好，很好。啊，你用破坏的手段很好，
没有一样不好啊。他成就我们了，诸位要晓得，我们也成就他。你仔细去想想我这个话里头的道理。啊，减少他的罪业。我们有嗔恨心、报复心，我们的罪重，他的罪也重，一样重啊。我们完全不放在心里，丝毫不计较，我们不造罪业。他有没有造罪业？他也不造罪业。自度就是度他了。这个道理很深呐。啊，自利就是利他了。啊，他骗我，伤害我，我们有报复心。啊，他将来不会是有冤冤相报，免了这个。自度就是度他，自利就是利他。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能原谅别人，连原谅两个字已经就错了，你还有原谅？你还落这个痕迹？痕迹都不落了啊！所以自他居成佛道啊！啊，为什么一切菩萨成佛的时候，看到大地众生齐成佛道，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在修行人心目当中，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佛在大乘经里头常常教导我们做如是观呢，我们要落实。啊，我常给同学们写字，他们来找我。我写的很简单，啊，心性幻化虚空世界，啊，这个虚空法界，根深梦现过度众生呐。这两句话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根深气界，山河大地一切众生，虚空法界从哪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你要真正参透其如了，原来虚空法界是自己呀，不是别人呐。啊，对人善就是对自己善呢，对人恶就是对自己恶。自他不二，性相亦如啊。啊，这叫是入不二法门。啊，性相不二。离四不二，善恶不二，是非不二，啊，真妄不二，那是纯善的境界，那叫本善，啊，那是佛法，啊，《坛经》里面所讲的，啊，二法不是佛法，啊，善恶是二法，是非是二法，真妄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你们想想什么叫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了啊，所以心包太虚，两周杀界，不二法。我们要入不二法，入不二法你就得大自在了，
什么人入不二法呢？《华严经》上原教初住菩萨入不二法门了。所以我们到底是想来干什么呢？提升自己境界而来的就为这么一桩事情我们来的时候迷惑颠倒现在不迷惑颠倒了年年提升自己，月月提升自己，提升到入不二法门，你就得大自在了。你智慧开了，知道怎样帮助人，所以你们同学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离开讲台。一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到三次，上讲台讲经。如果有机会天天能上讲台，你肯定成就。如果你要是离开讲台了，离开三个月、半年、一年了，就完了，你就退转了，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一次这个缘分，一切诸佛菩萨安排的。如果没有这样安排，我们是混混沌沌在这里不觉悟啊。这一安排的时候，想当头一棒把我们打醒了，我们觉悟。培训班一定要永远办下去。你们一个个认真来教学，教学相长，你天天都有上讲台的机会，成就了。这个机会要抓住啊，决定不能放松啊。那么我表演这一招，你们也会看得很清楚。我在澳洲建立这个道场，这些物资辈的现在住在那边，非常用功个个认真努力我们看到非常欢喜现在道场向政府注册大概在一个月文件就拿下来了正式注册之后，我们用这个学会向银行开户头那我自己私人银行就统统关闭了，这些钱全部归学会不要等到我有一天死了，净空法师银行还有户头，这不好听的，这难听的净空法师身上有钱不像话了那么现在在那边非常不得已，我是被逼着现在担任那边的会长向政府注册的是主要三个人，一个是秘书，一个是财务我给他们两个人说了，我们护持这个道场，我们预计五年，五年当中我们要很努力的帮助那些人拿到澳洲永久居留，拿到澳洲公民因为他们有这个身份就有资格做会长做秘书，我们就全盘一脚名闻利养通通放下了那么五年当中我们要教导他们怎样做会长，怎样做秘书，怎样做财务不单这是世间法，不单佛法要教，世间法通通要教，
希望他们将来做得比我们更好。这叫传法了。不能说老一辈的死了之后下头就手忙脚乱了，就乱成一团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我们决定是在有生之年把这个事法佛法交代得清清楚楚。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做一个好榜样给人看呐。希望这个道风学风永远传下去，道场不在道，得有道，将来屯巴这个道场，我们是以教学为中心，念佛是自己的事情，有个小念佛堂，自己念佛，对外呢，我们完全是一办佛学讲座。同学们喜欢念佛，打佛旗，做这些修学，我们都用这个布里斯本的净宗学会，这距离我们比较近，开车只要一个半小时。我们把那个地方呢，偏重在行门上。我们自己道场啊，偏重在戒门，戒行互助，相辅相成，我的想法做法获得一些靠近的或这些护法门的支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秘书财务都是在家居士，出家人现在没有身份。澳洲政府的这个规定，秘书这个职位一定要澳洲公民。会长跟财务有澳洲永久居留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同学当中啊都没有这个身份。所以请两个居士来协助，这些居士了解我的意思，也非常赞同，我们今天一面做，我们是带他们做，是替他们做，在做的当中培养他们，让他们自己将来都熟悉这些业务，依教方便。只要他们一拿到身份，我们立刻移交。一定要做出来给大家看啊，正法才能够久住世间，众生才能真正得利，我们自己真正得大自在啊。有一毫牵挂就不自在了，通通放下得大自在。所以现在刚刚建立，我必须要有多一点的时间去照顾他们，让他们把基础打好，那我们就没有事情了。一定要他上轨道，把基础打好。现在这个学习，这是我常常跟他们那边都有联系，大家学习的法喜充满，现在就是言语举止都有改变，这个说明学的东西落实了，毛病习气逐渐在改变嘛，天天改呀，
到等觉菩萨还要改。不能说自己没有过失，如来果地上才没有过失，等觉以下都有过失。啊，知道自己过失就是觉悟啊，改正自己的过失叫做修行。啊，那么如果这次去大概有二十几天啊，这个临走之前呢，这几句话了与诸位同学共同勉励啊，我们一切为佛法为众生啊，活一天做一天啊，这个佛家常说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啊，活一天干一天，决定不偷懒，决定不怕疲厌啊，不疲不厌再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